这是台北市重庆南路甲着汉口街口，徛伫同一个所在，伫日本时代看过是安尼。当然啦、啊，拢一定听了了啊！所以我就爱想办法将着以前的相片，甲着现主席佮留落来一挂装饰来做比对。但是那是无详细看，就看不出讲同一条街啊，有两间厝是长得一模一样。啊，这几间以前应该是安尼。你即摆看到的中央这两栋，一定红拆做是道路，叫做武昌街。边啊，这个东华书局的大楼，伫古早时代叫做三民书局。所以判断过过来应该是到这边，另一边过来到这边，你徛伫襄阳路看过去的，应该就是这张古早的相片啊，安尼一定啊倒起来，多谢收看。